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猫咪干架的名场面，到底谁才是猫界战力天花板。第五名，金渐层 VS 蓝猫，能动嘴尽量咱别动手，输出全靠吼。名虎斑 VS 金渐层，打的就是一个文明礼貌仗。让我们一起擦玻璃。好了，严肃点，你俩这是在打架呢。第三名金渐层 VS 自己，每一招都一样，根本破不了招。第二名蓝猫 VS 梨花猫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打我。哎呀，可以看一地的猫。哎呀，气势上明显梨花猫略胜一筹，占尽了优势。直到最后，蓝猫还是灰溜溜的跑掉了。第一名梨花猫 VS 梨花猫，一个师傅教的，根本破不了招。就这，羽绒服都打破了，最后还是不分伯仲。明天咱们就来说说，身为战力天花板的梨花猫，都参加过哪些恶战。